大家好，这现在又是一个修得很系列啊，修得很呢是我一年前修过它啊，就像这种所有草的东西，像草一样的这种植物啊，修的方法啊都是把它削到土。你看我上回修的地方没，就是非常靠地面了，已经削到土了，然后经过一年的生长呢，这个草它就又长回来了，是吧？长回来就跟新的一样。但是您要看别的地方，其余地方的这些草呢，它就还是很老很枯。例如这个呢，它修成球了，但它修的不够矮，所以说你还是能看到它里头枯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所以说像这种草一样的东西，都要给它过两年翻新一下才行了啊，就像这样，然后让新的长出来。